买一个棉花糖啊，兄弟们，看看啊，还是挺原始方式的啊，特别好啊。反正我是有多少年没见过这个做法了，上次还是小的时候，跟我奶。这个是在我小时候见过，多少年都没见过。哎呦哎呦，他们抚摸一下。但是我小时候不记得咱那边是不是抚摸着做的了。嘿嘿。Thank you。你别说，真挺好吃的。真甜呐。干净卫生了，兄弟们。